就这样哦。哦，男女玩真高兴。来，好来，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，今仔日圣经要读对。创世纪哈，好来，好好来读圣经啦哈，来，创世纪几章？35章，好来，创世纪35章。上帝的第十二是何何那个的？啊，来。创世纪35章吼，好来，咱来读吼。35章第一节。创世纪35章，吼第一节，上帝的彼得利啦吼，彼得利祝福雅各吼，伊的意思是安尼。好来，咱这位来读看下吼，第一节，上帝甲雅各讲。你就出发去彼得利，住伫遐，搁伫遐为上帝起一座祭坛，就是你哥撇你的兄哥以扫的时，对你显现迄位上帝。雅各就甲厝内人。以及甲所有军队伊个人讲，恁着从恁中间外邦个神明吼，除掉，嘛着清洁家己换衫，咱着出发来去彼得利，我要伫遐起一座祭坛。献乎上帝，就是我伫患难的时，应允要一路甲我同在迄位。大家就将因的耳膏，甲外邦人的心灵，拢交乎雅各。雅各将遐个埋伫西剑的。向树下，因就出发。上帝予周围遐个城个人啊呐，着惊吓，遐个城个人就无对立雅各个政见。雅各以及所有甲伊做阵个人，来到迦南地个罗斯。就是彼得利，因徛遐起一座祭坛，就甲迄个所在号名叫以勒彼得利。哦，以勒彼得利，因为伊闪避伊兄哥的时，上帝伫遐对伊显现。利伯加的阿嬷迪波拉死，埋葬在彼得利南边的橡树下，所以迄个所在叫做阿伦巴谷。雅各对米索不代米亚到来以后，上帝阁对伊显现，赐福予伊。上帝甲伊讲：“你的名是雅各，但无过安尼叫你，你要叫做以色列。”上帝就甲伊改名做以色列。上帝甲伊搁甲伊讲：“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着生团，着加天。”将来有一国，毋那有一国，是真济国会对你出，嘛有济济君王对你出。我属乎阿伯拉罕，甲以撒的地，嘛要属乎你甲你的后代。上帝就对雅各讲话的所在生气。
雅各伫遐，上帝甲伊讲，立一支石条，伫迄顶面倒油，甲橄榄油献予上帝。雅各就将上帝甲伊讲话所在叫做伯特利。因对伯特利出发，离开以法他，阁有一站下路的时，拉结垂顶，毋过难散。在伊生甲真艰苦的时，三伯对伊讲：毋免惊，你阁生后生啦。伊临终开灯灭灯的时，把这个囡仔号名叫便摩尼。不过囡仔老爸把伊号名叫便拿米。拉结死，埋葬在去以法他的路边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伫拉结的梦顶起梦牌，到达到今仔日也伫遐。雅各阁出发去住伫伊德塔。雅各踮伫伊德塔时，路边去甲伊老爸的细姨啊，皮拉做伙睏。雅各嘛听到这个代志，雅各拢总有十二个囝，利亚的囝有雅各的大囝路边，以及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拉结的囝有约瑟甲便雅悯。拉结的女婢希拉的囝有但甲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婢希帕的囝有加得甲阿瑟。这个是雅各伫米索摩大米生的囝。雅各来记录阿曼的万利，伊的老爸伊撒遐，基利阿爸就是希伯伦，阿伯勒罕甲伊撒拢踮遐徛起。伊撒一生活180岁，伊撒年岁老，日子满足，平平安安倒去伊的祖先遐。因两个囝，伊索甲雅各，甲伊埋葬，哦，安尼吼。雅各这个人吼，咱讲到伫这，雅各就是今仔日的以色列，吼，伊个名叫以色列，这雅各。雅各的故事吼，雅各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故事。哦，雅各的故事就是伊说啦。雅各，你阿爸干那讲这个名，雅各这个故事，雅各是啥物？雅各是好阿爸，那用伊的名来讲是好阿爸。丢人的后脚。是啊。啊，丢人的后脚的人，这款人敢好？奸诈啦。奸诈，过来呢？欺骗，对不？哦，奸诈欺骗啊！哎，奸诈欺骗的这种的人呢，对不？你要看，伊用，敢那用，偌奸诈，你甲看偌高，敢那用迄、那个用迄个食物哦。红豆仔汤。哦，我那用红豆仔汤哦，那是用红豆汤。哎，红豆汤，红豆仔汤，唔知煮了偌好食咧。唔知赢咱台南的，赢咱的，哎，红豆冰无？哦，同款啊。会当互兄哥呐，伊绝对毋是迄碗红豆仔汤啦，迄绝对毋知内底红豆仔汤吼，迄加偌济吼味素咧啦，
哦，啊，甲讲东讲西讲安尼，讲到哪？讲到你无食酒的红豆汤尔呐，哪会死共款啊？对无？我啥物拢无要紧，对无？但怎啊红豆汤你爱食落？啊，你若食落啦，我啥物拢无你。即款人搞无？即款人甲今仔日是啥物人共款？甲今仔日要选总统的咱迄个智商上悬，迄个感觉，对无？可能就搞讲话无？搞讲咩？对无？迄智商啊，迄个，迄真正搞讲话呢？迄可能就迄款人就是安尼啊。阿官啊，吼，迄足感觉啊，雅各的老母安、啊、那？李伯家那？听伊啊，对无？啊，伊拢听老母的话啊。啊，即马含柯文哲拢听伊妈妈的话同款嘛，足同款的啊。所以我有当时候，我就是要甲写一篇文章哦，讲这个雅各哦，安尼，有影干巧，哦，对无？会当安尼个，天花乱坠哦，哎，用个呢，或者天花乱，会当安尼讲家吼伊的兄哥安尼，对无？哦，从迄个上宝贝名分啊，迄名分敢无重要？一个人啊。名分啊，迄、那个名，从迄个名分啊呐出卖，哦，换句话，出卖名分甲出卖人格同款无？一样的道理，人格啊，这一个人啊，迄、那个人的格啊，这个人的格，迄真重要啊，人的话就是就有格啊。肯将这个戒卖掉，啊，佮卖好些，卖好伊啊，安尼这个卖人咬无，咬啊，啊，这个戆啊，对无？哦啊，戆到天花乱坠，安尼，这款人，哎，伊的遭遇嘛是真艰苦呢。唔是讲干呐吼，你得到遐物件吼，你一帆风顺啊，无啦。对无，你嘛艰苦啊，对无，惊，人生嘛，活伫迄个惊吓的中间啊，惊，吓过甲刣，对无，着爱惊走啊，对无，啊，即嘛去走，搁去安那，搁惊啥物？哦，惊阿舅吼，无爱甲收留，哦，对啦，啊，搁来呢，搁惊，搁阿舅搁甲骗，哦，迄个食力啊。哎，骗骗的了干呐？哦，伊嘛甲阿舅阁骗的，哦，伊嘛足牛的啊！哦，伊嘛会晓伫阿舅的中间安那，趁钱啊！吼、哦，将伊的将迄个羊啊，你吼，吼安尼这去甲变啊，牛啊，伊聪明啊，真正聪明啊！所以，拢为着家己，人啊，为着家己啊，啊好啊，人生拢有啥物时阵？人生中开落时或者契机啊，人生拢有一个机会啊，迄个契机啊，即个就讲叫做人生的转捩转捩点啊。请咱唔通袂记哈，人生拢有这个转捩点，在你的契机的中间，你爱抓着，这个机会你爱抓着。在你的迄个人生的内面，大家人拢有，这是怎？这是上帝给咱的。咱要讲，这是每一个人拢共款。无论你什么的经有，你拢有一个转捩点。迄、那个转捩点，你要抓掉。雅各拄好伫伊人生的转捩点里头，又抓掉啊！修炼嘛，什么叫做修炼？修怕。伊甲啥物伫相拍？讲是讲上帝啊，他人啊，伊伫讲他人啊，他利啊，伊伫甲即个他利伫相争啊，是伊的啥物智力甲他利伫相争呢？若用心理学来讲是啥物？因为有心理学啊，
这心理啊，真趣，这吼，这二十世纪吼，二十世纪发展出来心理啊，哇，不得了！心理学的内底有一个叫做心理分析的。这是心理学内底上趣的心理分析啊！啊，这吼，这上帝无这个人，对不？心理学是对对开始，弗洛伊德啊，你捌听过无？哎，弗洛伊德啊，这弗洛伊德，这德国人啊，这水叔啊，这弗洛伊德这款人吼、啊，这天纵，这世界无几个啦。迄个迄个爱因斯坦眼光啦，哦，这款人哦，这款人世界叫天纵圣明呐、啊，这个耶稣都要眼光的，对不？那这个爱因斯坦，干那 E 等于 M C 平方，安尼尔呢？会当发明这 E 等于 M C 平方，遐尼简单的物件，所有的动力啊。energy， 迄个力对倒落来 ，m， 物质嘛，迄个物质就是咱看会到迄个物质，哪会当反会当安尼尔？相对论啊，对不？那啥物叫做相对论？你拍伫个中间哦，你就是你拍人啊，你会疼呢？那个听是什么？反作用力。啊，这款的感觉，弗洛伊德对来讲，大家人都讲梦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梦？梦是什么？对不？圣经的中间，你看有讲偌济梦？什么人上高解梦？耶稣。无咯，搁较早呢。是啊，约瑟啊，解梦啊，约瑟解梦安尼，是约瑟解梦是甚物？安尼约瑟是甚物？约瑟通讲是第一个啊呐，心理学家，他是第一个心理学家嘞。那圣经来讲的中间哦，那伊是第一个心理学家呢。因为弗洛伊德伊解梦嘛，解梦嘛，梦的解析啊。弗洛伊德上出名，伊个学说就是梦的解析啊，梦到底是啥物？日有所思，夜就有所梦，庄周梦蝶，庄周梦到啥物？伊亲像啥物？伊亲像一只蝴蝶，到底蝴蝶是庄周，还是庄周是蝴蝶？哎，这介趣味啊！你若读庄周的庄周梦蝶，到底是蝴蝶还是庄周啦？今仔日你是蝴蝶还是庄周？哎，这介趣味嘞，对不？到当时你的梦，你的梦才醒。哎，这介趣味啊！这梦的物件，所以同款啊，梦内底有啥物？理想啊！梦想嘛，所以古早人到今仔日个感觉讲，有梦的人啊呐，上盖水，人生爱有梦啦，有梦的人啊呐，上盖水，你有梦无？对无？你有梦无？有啊，大家人拢有梦啊，你梦啥物？对无？你梦着，你今仔日咱老啊。哦，那即摆人用咱老，你也有梦无？你的梦要安怎？对无？你的梦，你嘛讲，哎，我到当时我也阁会得，他也阁会行。哎，那是我的梦啊，对无？啊，我的梦在，我看病中间安怎？我梦我嘛安怎？阁找医生来搞医好。我有一个梦，阁医好的梦啊，啊，人生的梦，啊对。心理解析啊，心理学。
梦嘛，会使讲是一种个唔梦啦，对无？对，这嘛是一种唔梦。所以，迄、那个梦到底是啥物？哦，同款啊。所以雅各个呐，雅各伫这，伊这个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个中间哦，伊伫讲迄个构建，到底伫人个中间哦，人有啥物？伫每一个人的中间哦，有几项。第一，每一个人的中间有自我，对无？搁有一个啥物？超我，超自我。伫人的中间，搁一个呢？温总的我，看袂到的我。这。潜意识的我，对，咱有足侪物件，就心理分析去啦，有足侪物件啦，咱的物件拢走去对去，潜意识来对去啊咧，对过去到现今，遐个物件啦，拢藏伫迄个潜意识内底，当时要爆发，你唔知啊？迄个潜意识当时要爆发，你唔知？潜意识的中间，可能你细汉的中间跌倒。伫跌倒的中间，你啊啦，迄是伤痕，啊你感觉痛，迄、那个走入你的潜意识去，当时佫发出，你唔知影，即个叫潜意识啊，迄温藏的内底迄个我，佫来呢，自我就是我即卖我，佫来呢，超过我，我有一个五万，迄、那个超我，迄、那个超我就是迄、那个上帝，迄个超怪的迄、那个块，迄、那個、人伫即款的下面。同款，这个自我、甲超我、甲这个隐藏我，有时咱拢会安那交战呐。到底我要去做啊？唔要去做，干卖做？对无？迄款的交战，人对在做即款的交战，伫每一个人拢有嘛？对无？这拄啊保罗讲啊，我所爱好，我唔爱去做呢，我唔爱派我反倒去做，苦啊！我做一个人。你我做人会安尼啊？伫咱人生的中间，就是安尼。到底我这个钱要投资无？因为你若投资就安那，有两项嘛。第一个就赚嘛，第二呢？对了啊，同款啊。我信这个宗教呢，有投资啊。那对呢，就有天堂啊；那唔对呢？落地啦啊！迄嘛是一种的冒险啊！人生就是安尼啊，就是拢有即款的挑战啊，同款啊。这就是啥物？我头先讲，迄就是契机啊，迄就是你的转捩点啊。雅各伫个转捩点的中间，甲家己伫遐咧修炼啊，对无？迄用一个故事咧，上帝哪会演袂赢伊？哎，唔是嘛！上帝哪会演袂赢伊？到尾上帝干哪呐？干哪出手安尼劈出安尼尔，你呐？你着摆脚。哪会上帝演袂赢伊？迄是伫描写讲，迄家己嘛，迄自我。天人交战。是啊，天人交战，那叫天人交战。迄个家己的自我，迄个自我，即个自我，甲超我，定伫交战。你喺个交战的中间啊呐，醒悟嘛，在个交战的中间醒起来啊，哎呀，过去的我知影是过去的我，我过去的我是安那，有影右后脚干渣，迄款的呐，对单开始安那，我找到我的什么？我找到我的身份啦，我找到我的身份啦。英文真水啊，叫做 identity 啦。我找到我的什么认同啦？我找到我的认同。你认同什么 ？identity。你找到你迄真正迄个人生的迄款的存在啊！我就是台湾人，你当时才会当称呼你是台湾人，迄就是认同，迄就是你的身份啊。迄认同就你的身份啊，变安尼，
啊，这多是，这多是哪讲？已经动着伊的心了。迄、那个千人交战的中间，迄款的，哦，不得了呢。基督徒就是爱有爱有安尼。你基督徒，你若真正找到你的身份的时候，迄、那个基督徒的信仰，那无，含阮过去同款啊。因为我著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，我著出都是上帝那上帝的。对不？第三代信徒，第四代信徒，上帝哪上帝嘞？对不？哎，无我家己的，唔是我家己去对找的啊。像我第一代信徒，也信用会遐坚强，因为伊家己去找到的啊。伊伫人生的艰苦，伊伫人生的迄款里头，伊去找到这个上帝啊，去找到这个，伊找到这个身份嘛，基督徒的身份啊，伊去找到啊。对不？我伫什么款的坚固的中间，我不断的知影，我得到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啊，宝贝啊！所以像我伫迄个基督徒去洗礼中间哦，会流目屎，因为伊真正找到伊的身份啊。哦，迄个基督徒迄个身份宝贝啊，因为迄个身份是啊，所以伫洗礼中间是真趣味啊。你耶稣就是通过洗礼中间啊呐。去知影伊的身份啊，所以伊对水底爬起来是安那，上帝甲伊讲安那，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啊。迄些找到迄个身份，伊是上帝的囝，对无？伊若为着伊是上帝的囝，所以伊安那，这个身份伊安那，上帝讲啥，伊拢甘愿，对无？迄人的这款身份重要啊！你做一个基督徒，啊，我嘛是安尼啊！我，伫我来讲，我第三代基督徒啊！我的阿公、我的老爸甲我，所以伫这款的家庭的中间，迄上帝我上帝啊，上帝哪上帝？我好佳哉，我有去读神学院，对无？啊，我搁读神学院的中间嘛是同款啊。哦，迄个叫伊去读神学院正好咧，我伫神学院嘛做刀兵，啊，伫经过足侪挑战啊，啊，发生车祸啊，等等，啊，去找到这个身份，家己搁读册，啊，家己伫遐来咧，上帝到底是啥物？上帝是什么啦？看袂到啊，摸不到你啊，看不见你啊，是安怎去修光光？看不见你，摸不到你，我心深知啊，我的心内深深知啊，深知啊呐，地正在对我低语，你伫甲我讲话，这是什么？你甲我讲话，你听得到无？听袂到嘛，那是我的，我听到这个上帝你甲我讲话，是我甲这个上帝。你去找到这个身份，宝贝啊！所以那条歌会感动人，都是安尼。在我的心内，我深知；，搁在我的内心的中间，我知你安那，你一直跟我伫遮。这甲什么？这甲什么感觉？甲今仔日咱所读的所在感觉，彼得尼嘛，对不？彼得尼是啥物？在伊暗时伫困的中间安那。在遐流目屎，流到安尼，含囡仔同款啊，对无？囡仔哭甲困去啊，对无？哎，哪国就是安尼啊，对无？走啊，爸母也无伫身躯边啊，老母上疼无身躯边啊，老母叫伊摕一个包袱啊，安尼走到安尼，天暗嘛呢，对无？天暗嘛，啊，找拢无厝啊，对无？啊，就找到一粒石头啊，啊，就石头，就安那，迄绝对哭嘛。对不？那你话我无同款，靠到安那，靠到困落，啊困落了就安那，梦啊，哎靠着，你梦着啊，哎梦着说，梦着雅各的天梯啊，你就梦着雅各的天梯，甲你同款啊，咱的人生拢同款，拢伫迄款的时阵，对不？啊，迄款的时阵梦着了安那，人生梦着了同款。过了就搁袂记起啊，对无？哦，过了过去过，过到什么时阵？
过到到人生啊，要知影明仔载，明仔载我的生死的解决，阮兄搁会甲我抬无？哦，迄先生，阮兄搁会甲我抬无？见着兄哥的面的是安那，对无？因为阮兄哥几年前甲我讲啊，你甲我试看卖咧，对无？爸母死了后安那，那无互你断脚断手就安那，你去条命，即摆转来。对，明仔是安尼啊，明啊，好，迄个天人交战啊，要记无？唔记无？去找到伊的新闻了，见，对无？好，见伊的兄哥啊，见了呐，啊，上帝解讲呐。你有缘哦，兄哥见了吼，啊兄哥叫你住遐，伊话摩托车好，吼、哦，当时要安怎，咱拢唔知，吼、哦，竟然伊遐有接到，所以你着呐，你着爱紧离开，就今仔日你甲咱讲者啊，对无？伊说咧，吼、哦，要袂着习惯的事、就是，就是安尼来，伊家讲者，对无？我上帝甲我讲，你着出发，你着出发啦。搁出来，搁起来啦！出外去底，接着地。哦，上帝有甲伊讲，就是你见到我迄个所在，搁回顾，等到你的信仰的原点。同款哦，咱不时拢爱安尼，搁等到伫你信仰的原点，等到伫你的上根本的所在啊。你去见到上帝，可能你有足侪机会，总是伫第一摆机会，你也当。所以哦，圣经的中间有讲哦，你做一个基督徒吼，你唔通袂去听，你唔通失落起初的听，迄真重要。迄句话，唔通失落你起初的信心。啥物你早前有遐尼大的信心？啥物你早前有遐尼大的听？对上帝遐尼大的听？你唔通失落啊！所以伫圣经的中间，就叫咱阁不断即含即含雅各讲话，上帝叫雅各出发去对，阁去到第二别第二的所在，第二别第二的所在呐，来去这段信用啦，这段是信用啦，来底下起着恁的起着恁的信用，这段是信用的意思啊。伫初年的中间，迄条这段，迄是伫。看会到的，迄、那个看会到的信用，因为信用拢伫内面嘛，是看袂到啊，对无？迄含咱古早讲讲，你额头三尺神明，神明伫底。所以，这个宗教这个意思，伫初年，伫这个初年啊，这宗教伫初年中间的神啊，宗的宗就是安尼。总是伫这个初年、这个家庭的中间，这个初年来的这个神啊，这个神的存在啊，这才是宗教。所以，予咱对安尼，所以伊登到伫别地里，啊，伫别地里的中间啊，伊伫遐徛起啊，哦，伫别地里的中，伫遐起着伊的信仰，伫遐呐，甲伊所为囝呐，拢做伙伫迄个所在生活。迄、那个家庭做着，是也阁有啥？也阁有代志啦，毋是无代志啊，毋是安尼就无代志啦。上帝甲你三甲之地，对无？迄是你的信仰，就是你的生活呢，你的人生呢，毋是上帝甲你之地，你的人生就安那？是啊，无啦。无讲你，因为有上帝甲你伫地，你袂破病啊。袂讲上帝甲你伫地，你袂烦恼啦。你若有烦恼，你安怎？你爱知有上帝甲你伫地啊，所以你会当沟通嘛。信仰是安尼呢。信仰是你有上帝甲你三角点，啊你安怎？你拄到这个代志的中间啊，你无失落你的信心。你无失落你的愿望，对无？你会当沟通，
耶稣明明甲咱讲啊，所以耶稣甲咱讲啊呐，讲来啦，路口担担担来啦，来到我的内面嘛，同款啊。上帝虽然伫你的身躯变作啥呐，你都无交通嘛，你都无瓦罐嘛。伊虽然伫遐，对无？啊你啦，你都无瓦罐啊，你都无交通啊，你都无对啊呐，讲话啊，你唔爱会晓交通。啊，这是重要啊！这信用的这款的物件，这种一个过程，就是不断操练的过程。哦，这不断在操练啊，啊，就不断安怎操练？读圣经啊，吟圣诗啊，对吧？你吟，你每一摆吟圣，你若逐日吟讲，摸不到你，什么？你若逐日安啊？迄不断伫你个当中，有影？上帝看袂到，上帝望袂到，总是会当予你安那。你正在对我的，也阁有上帝伫对我讲话啦。伫啥物时阵对你讲话？可能你读圣经个时对你讲话，可能你祈祷个时对你讲话啊，可能你伫吟诗个时伫对你讲话啊。通过这首诗啊，伊对你伫讲话啊。有无？有啦！你著爱真正带你个诚实个心来到伫上帝面前个时，安那，你会听到上帝对你讲话，你会去知上帝伫你个身躯边。我爱会晓沟通，迄信用是安尼来啊！互你看见咧，雅各个人生就是安尼，伊就是伫即款个人生个内面。韩国就是这款的人生的内面，所以后来你看有影，迄、那个家族上伊的十二囝，雅各若对一般来讲，你也看，对无？娶四个某，对无？那用咱基督教的伦理来讲，安那？对无？娶四个某，对无？那好色之徒，对无？啊，搁是以色列的祖先。对无？啊那，伊些人讲，啊，阮阿公就会当娶四个某，我哪会当娶五个？无同款意思，对无？伊毋是一个真好的模范嘛？伊好模范伫对，伊好模范就是伊伫伊的人生的中间，伊会当家己构建了安那，伊认捌着伊的身份。我即款的身份的中间，我安怎？伊是安尼的呢？对不？伊嘛讲，因为想，伊到伊的人生的尾后，你甲看，迄嘛是真可怜啊。因为安那，何伊个囝儿骗呐，讲伊上疼的囝呐，死啊，叫豺狼咬死啊。老爸讲，哎，你去看恁的兄哥吼，啊，去啊过样安那，对不？安那，即一去不回头啊。但遐个兄哥转来是讲，啊，恁小弟呢？阮小弟，阮小弟，了，伊杀伫遮啦。啊，这是安那？哦，我弄火啊！啊，叫，啊，是去甲买对去，甲买去埃及啊，对。对，真老爸啊！古早人甲咱讲啥？死爸死母心头酸啊，死某死囝挂心肠啊！啊！个死无啊，那个个死啊，啊个呐，啊伊个囝个死啊，人生上大的悲惨，老的中间去拄到人生上大的悲惨啊，死无，你啊看，对无？那个死啊，啊个死囝，个呐，约束无去啊，迄老爸伫迄款的中间安怎？毋是讲知影伊个身份了，真侪。基督徒真做上帝囝的中间啊，无发生代志，伊原甲咱讲发生代志，总是发生代志的中间啊嘛。伊知影摇花一粒，面对伊的中间啊嘛，摇花一粒，所以后来伊的人生观，伊的人生的后景啊嘛，佫会当佫甲囝见面。哦，这是人生，这是信仰。
所以，另外一个人生，予咱知影讲，迄、那个外国的人生，哦，是甲咱的人生同款，毋是干呐外国的人生。外国的人生就是伫描写咱的人生，咱嘛安尼嘛。咱有离开上帝，总是若是咱确信的是，咱的上帝无离开咱啦。伫你拄到人生新冠的遭遇，同款啊，你有拄到。比阿哥的人生更加凄惨的遭遇无？是安尼，伊拢无嘛？你若伊要倒来见伊兄哥的中间，伊什么拢无啊？总是现金要哪？有啊，那上帝给伊有啥物？给有遐乳，有遐牛，有遐骆驼，对啦，有啊，搁哪？搁本来是无够的，对啦哪？即摆有啥？啊，即马有某啊，即马有囝，对无？所以呐，即马来用来讲，他五子登科啊。哦，有啊，有车子、房子、儿子、金子，哦，妻子，哦，这样都有了，都有安尼人生，总是安那，还是会有问题啊。问题中间安那。那是你描写外国的人生啊，所以讲我读外国的人生，就嘛是要读我家己的人生啦。啊，伫迄个人生的中，你听到外国伊的故事，今仔就有对你讲话无？重要啊！圣经，你读圣经，今仔日只个圣经，伫对你讲什么款的话？我咱有是啊。所以咱伫查经的迄个读圣经真好势者，你读到你家己嘛，你读到你的家己，而且个故事了后呐，哇，到第三十五章的中间呐呐，伊的六界四界种伫迄个所在，搁呐，搁上尾啊呐，哦，伊的正经字啊，哪国的正经字，到后来呐，拢是伊的老爸，这后来搁偏落去嘛吼。即个，伊个老爸唔知当时就死啊，就讲着伊个老爸死。四十七。哦，到底伊转来时，伊个老爸已经死啊，是安那？就后来个天公爱讲着伊个老爸死，所以伫即个所在甲讲伊个老爸活甲几岁来死，变安尼，转到伫上帝遐。来，今日讲到这，唔知有啥问题无？咱听我讲遐尼济，啊，外国个故事。咱今日外国的故事讲到今仔日就来，就来结束啊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讲伤济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咱续落来，咱续落过来讲，看要来讲什么款的故事。来读团导师好无？吼、哦，来读团导师介短吼，团导师是足实际啦，对无？人啊，你讲到人，康熙的康熙。对，日光的下面拢无新的代志，对无？哦，咱来读看卖。哎，这个团导师，这个团导师，伊到底伫甲恁讲啥？哦，圣经团导师的团导师这本册哦，是一个消极的一本册啦，不一定是真积极的一本册。哦，啊，伫讲到人生，哦，安尼人生哦，我伫圣经的中间哦，大概有三本册真趣味哦。圣经的内底有三本册，伫讲到什么？伫讲到人生的中间哦，空啊，苦，爱，人生的内底呢？这是人生的内底的物，这三物件，空啊，团导师甲咱讲空啊，一切拢是空啊，对无？空虚的空虚啊，苦呢，欲别啊。哦，苦无比搁较苦啦，所谓财产拢无去。即咱有读过哦吼，我带恁读足久个哦。欸，我来天桥吼，我来天桥，咱即个上年团结几年啊？有十年啊呢，有无？十几年啊、哦，你也看。讲到要别这个苦吼，还讲偌久？
我嘛大概有甲你差不多讲得要讲得要上少嘛半年以上啊，讲到约伯的故事啊，康业会讲，传道书也会讲，约伯的苦讲了，啊个爱呢，诗篇呢，啊不是是迄个雅歌啊，雅歌伫讲到即款爱，哦雅歌会听，所以传道书讲康，约伯伊讲苦。雅歌书讲疼，讲爱，吼、哦，我想啊，这是圣经的内底吼，真，这叫做经典，吼、哦，伫经典的册内底写，啊，有啥问题无？啊，无拢我伫讲吼，我伫讲，诶，的确吼，咱医生吼，啊，牧师讲，啊，上帝给我吼，有特别，我这摆吼。我即摆阮牧师咧，阮牧师吼，诶，迄个年会嘛吼，阮团退休的团教者，阮全国的吼，诶，张乐教的啦，全国的，阮拢总大概起码超到800个啦，翁仔某，吼，退休的翁仔某，大概有800个，啊，会当参加的吼，阮干那400个啦，阮即摆400个。去伫岛内，迄、那个好米吼，好米的去经饭店啦。哦，阮四百个人参加。哎，四百人参加，啊，阮着第一日拢，阮第一日着是爱开会嘛吼，啊，开会礼拜，啊，将阮一年的工作啊过节拢爱做一个报告吼，安尼了，安尼，阮迄个刷，啊，搁对书啦，阮今年对书较侪人，阮今年吼。伫今年吼，拢总离开阮的牧师吼，58个啦。牧师甲牧师呢吼，安尼一年58个呢吼，安尼伫转去嘛，够惊人吼。啊，阮今年安尼转去安尼58个安尼吼，安尼有当时讲啊，无看到都今年看到尔，讲明年讲安尼，讲无来啊，一定转去啊，吼安尼，所以安尼，所以阮拢真把握迄个时间啦。啊，这八月的时间，啊，就到第二日，阮拢有活动啦。哦，明年吼，哎，明年要伫台南办啦。哦，明年才400个牧师，啊，即摆都爱找吼，台南有会当带400个人的旅社啦，无几间啦。台南会当带400个旅社的，啊，400个人的旅社无够，啊，佫爱有一个，爱有一个真大的会议室吼，大厅吼，阮400个人要做伙礼拜中间吼，大概安尼。所以要找即款，啊，佮明年歹找，你要伫台南歹找，因为明年台南要庆祝啊啦，400年，台南400年，哦，咱即马讲号做台南400年，无要讲台南建成400年，迄建成有人有意见啦，哦，有人有意见，那这样，然后就400年要庆，啊，400年绝对是足闹热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愈写唔知歹。好定啊，歹定，总是阮的日已经定啦，所以阮要较紧来伫台南。大地主看有人会机会好袂？哦，大地主吼，即摆会当有400个，可能有几间啦吼，总是有会较贵啦。精英啦，精英，精英较贵啦吼。啊，甲即个车头后迄个沿东的，哦，迄个。香格里拉，哦，遐拢有迄大间，拢超得当，拢有400个哈。啊，甲大岩呐，哎，大岩嘛，大岩嘛，差不多得要500个。对对，嘿，哦，大岩哈，大岩，啊，大岩遐无一间真大间的，你看哈，变安尼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啊，所以吼，这嘛是予咱知影讲啊，人生吼，啊对。你老，所以咱我甲咱这老大人讲哦，咱的活动哦，像我迄阵哦，我迄阵嘛，因着有两批啦，一批就是讲去要去迄个岛内，因为岛内的所在无啥物好佚佗嘛，哦，啊无啥，哪来咱台南都有哦，哦，啊哪来台南，咱着安那会当去看奇美，哦，会当去看这个美术馆，哦，会当去看咱的历史，哦。历史博物馆，哦，你要看，你若讲伊若来台南哦，就第一个看
第一批去看吼，去看基地；第二批的人去看美术馆；第三批的人去看历史博物馆。即卖迄个伫迄个安南遐有无吼？迄安南遐，哦，迄间嘛足大间个呢。你捌去看无？有啦，捌去啦。哦，迄间袂歹哦，迄间真大间。啊，日落去拢咱台湾，迄台湾的历史博物馆。哦，啊，迄真水。哦，啊，遐个册安尼，所以就会当安尼。啊，迄日就讲，哇，无要去参观的人哦，啊，要住伫旅社要创啥？哦，我就加，因就讲啊，去时间到阿东就好啦，我合作阿东啊，啊，到阿东就好，我好，我来合作同乐会，哦，我同乐会，我嘛唔知影讲去讲同乐，哦，遐济人啦，啊，唔是圆啊，同乐会含咱姐姐呐。我徛起来安尼哦，干那同乐会吼，安尼啊，我徛两点钟，讲予大家吼，对头到尾吼，大家笑嗨嗨安尼吼，安尼讲我的绕开，讲啥物安尼吼，我讲两点钟，哦，讲唱歌安尼，我敢讲吼，我即摆吼有视力运动啦，哦，视力运动啊。啊，阮太太听着讲，我要讲视力运动吼，伊就讲安尼，伊要听啦，吼，伊歪听，伊毋知听我讲几遍吼，视力运动，伊阁甲我亏呢，伊讲那视力对视力，哦，哎视力哦，伊讲对，伊讲哎中文叫做视力嘛吼，啊那台湾叫做视力啦。哦，视力运动，伊讲，迄中文讲叫做那视力，上面是两粒，下面两粒，哦，你盖黄色，啊，你啊，啊盖黄色呢，哇，你讲讲笑过啊呢，啊对吧？是的，干那讲迄视力的运动，老大人啊，对吧？咱即款老大人哦，爱训练视力。四个力，第一力体力啦，对无？脚会行啦，你看呐，所有的老大人哦，病拢是对脚开始的。脚袂行，你脚袂行，就身骨就烂了。所以脚是重要啊，你脚动起来安尼踢无？对无？迄个肌肉莫叫无去啊，你的肌肉无去，就自然袂行嘛。所以脚是重要的，任何的老大人拢是对脚开始，所以哦爱体力，爱要训练啦，唔好干啦，逐日了坐伫厝呢，看电视，对无？爱起来动啦，你上少上，你厝里嘛会当叮当啊，哦，你厝里嘛会当叮当啊，搁较无麻烦啦。搁较无歹去买一台吼，迄脚会当安尼搭个嘛好。哦，迄脚踏车安尼嘛好。啊，一定爱互你个脚去振动，因为脚太重要。所以第一个绝对爱训练体力。哦，你老大人，你若要好好来活你个迄个老大人个人生，你要做一个漂泊个老大人，你嘛爱做一个水个老大人啊，对无？逐日哦。将咱的好衫摕出来穿，啊无，遐个衫吼，我甲你讲，咱若转去了吼，含阮老母同款哦。遐个衫怎啊？我甲我的老母的衫吼，拢安尼收起来吼，安尼哦，哦，我七领目足细呢。我讲，我予阮大汉小妹讲，妈的衫，予你拣，袂歹，我袂啊，袂。啊，我第二小妹讲啊。你见妈妈真正上机灵，你见啊无爱，那见着就去想着伊，哦无爱，啊无爱遐水衫拢安那，垫掉嘛，同款啊，咱搭，你的水衫哦，逐日拢摕出来穿啦，无逐日拢干着穿伊呢，对无？啊穿甲老细啊，还搁伫穿伊呢，同样摕出来穿。哦，若要来参加拜山，记得上水的都摕出来穿。啊无吼，遐个衫你甲看，遐早晚，遐早晚拢拼位对。高一即摆无人要收安尼。我摕去收啦。对吧？啊，那无效，所以哦，啊，互咱家己做一个迄个
较漂泊的嘛，穿较水的嘛。哦，对无吼，穿个水水，对，体力。第二呢？脑力啊，把咱讲了嘛，哦，脑力。我讲吼，我出个姓氏的哦，迄加减啊学，加减啊唱，加减啊吟，对无？一定拢来吟诗，哦，啊，逐日甲吟诗，对无？心情嘛好，哦，对无？啊，腹肚嘛无开来，啊，搁吼像脑力会当记着，甲记着着，见讲讲讲过去，现讲现袂记。咱就来训练，对无？过去嘛爱讲，现今嘛爱讲，哦，训练你的脑力，对无？啊，过来呢，即个主社会力啊，社会力，哦，咱的即个社会力，对无？迄社会力啊，较接，人若要招咱去创啥，无要紧啦，钱开则是你的啦，钱若无开吼，别人的啦，哦，咱别人的啦，有影？哦，你个钱哦，钱都爱用啦，对无？台南有遐尼好食的物件哦，较直去买来食的啦，对无？哦，有当时甲问讲，啊你有敢捌食着？你敢捌食着迄个水晶饺？对了，水晶饺，万川呐、啊，万川都有水晶饺啊。啊，搁呐，宝路有水晶饺啊。哦，啊，宝路对，啊，才偌济尔？一粒才十六块尔。哎、嗯，一粒才十六块尔，啊个呐，哦，我拢去，我一摆买就甲买十粒，十六，啊，百六块，只百六块，无起价，安尼啊，哦，啊我即摆若买十粒转来吼，对无吼，中昼顿食三粒，哦，啊太太吧。食两粒，伊食三粒开始，啊对，按两顿都食了。你哦，安尼食。啊。少食。哦，安尼哈，哦安尼吼，所以吼，哎，较食碗粿呢，啊，较常去买。哦，阿全的碗粿，哦对无，我若经过阿全遐，我就去甲买。阿全是倒一个做阿全，就迄个美食馆好无？美食馆迄头前迄个是一种啊，迄个阿全啊。啊，不过咱即摆开山路遐一间餐厅好食。开山路哦，开山迄落做对。新埔遐哦，啊。搁另外一间。哦，新埔的对面迄间哦，迄间我食较袂合。哈哈。还有人哦。哎，啊，到即摆迄间也搁算袂啦，那阿全也无卖吼，我会走去伫迄个开山路，拄啊伫啊饭店的对面有无？好无？拄啊安尼，伊款弯过来无偌远的即边边啊，遐有一间店卖碗粿，哦，迄间碗粿也搁袂歹食，哦，迄个碗粿。哦，啊，迄个碗粿也阁袂歹食，所以爱小可知影，来问者，对无？啊，鸡仔饼呢？台南的鸡仔饼是上出名的，一支25块。恁敢捌食到迄个鸡仔饼哦？有蛋黄的鸡仔饼，有无？哦，迄足好食的。哦，迄台北哦，我若要台北哦，因讲敢会搞我退来？我讲好啊。哦，我就去用迄一头里弄吼，安尼啦。啊，伊迄吼，安尼用报纸吼，了安尼卷咧吼，啊先卷伫顶度，伊会当卷三点钟。我讲安尼，多送去甲台北吼，啊赶去甲台北多三点钟，互伊去卷伫冰箱内底。哦，安尼一支25块，红豆、牛奶、绿豆，吼、哦、啊蛋黄，吼、哦、啊个呐，阮孙啊吼，讲上爱食啥物，李咸。哦，阿加，这个雷蒙，哦，你看呢，几十种，哦，你看，自己甲食一支，啊，迄若食饱吼，啊，食一支鸡鸭饼哦，迄吧，偌爽快嘞嘞，哎，人生啊，对无，人生啦，哦，安尼，哎，爱会晓，爱会晓过，啊，第四，到咱遮。我说宗教力，予咱有对宗教吼来得到迄款的快乐。在咱人生嘛，人生的中间需要宗教，所以我嘛无排斥其他的宗教啊。你若会当在你的宗教的中间得到信心、得到盼望，你做你的事。啊，若无，我甲你介绍，阮基督教，因为基督教，阮的上帝伫邀请你来，对无？伊讲，既然路过大东大来嘛。我要让你得到安息，我的上帝是安尼的上帝，
分享。有啥问题无？无啥问题，咱来祈祷。啊？啊？搁一日阿袂讲。就中到啦。是啊。那就中到啦哈。第一，来，我来复习一下哈。四日哦，哦，恁后摆拢甲人分享。第一，体力。第二，脑力。第三，想力。第四，中到啦。中到啦。干那这四日讲两点钟。有影、啊。对不？你逐日、逐早起，上简单的运动是啥物？你唔免去做啥，上简单手举起来嘛，安尼嘛，安尼嘛，对不？你手举起来，就你整个的胸坎哦，就安尼起来啊，就安尼起来啊，安尼落来啊，对不？这简单啊，脚呢，脚就你手换咧，安尼，安尼踢啦，安尼踢啦，踢五十下。对无，安尼，啊，我还阁会当，我还阁唔免花，还阁会当安尼赚五十个呢。安尼啊，对吧？阁来呢，简单啊，手换只，屈落，爬起来，屈落，爬起来，屈落，爬起来，十下啊。看电视也会使运动啊。会动啊，你哪看电视哪运动啊？我木孙儿就看电视，就去买一台迄个，有无？迄搭迄啊，我录电视伫遐，伊就伫遐伫搭，伊就伫遐伫搭，啊搭到流汗，安尼。所以吼、哦，一定爱，要活都爱打。好、哦，好来，来念一首诗。看不见你，好来。看不见你，摸不到你。正在对我的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我心深知你一直就在这里。各这边，摸不见你，看不见你。甚至你正在对我的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我心甚至你一直就在这里。好，三个来记得，听我的上帝，感谢你。在我们这的行者的内面，我恳求上帝你赏赐我平安和喜乐。我中间有艰苦的，主愿你怜悯医治。在我的中间，有心神充满压难讲不出的苦痰，主啊，愿你将自由、快乐赐予伫阮的心上，予阮无跨入一切。主感谢你，我嘛少念今仔日无来遮兄弟，愿上帝你平安的心也甲因三甲同在，坚固因、带领因、赐福因。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遮兄弟，阮确信上帝你甲阮伫底。上帝你真做阮的信心，真做阮的盼望，真做阮的快乐，感谢主。但我要结束今仔日，阮伫你面前的敬拜聚会，祝愿你的平安，甲阮每一人三甲地带，保守阮以后常常有上帝你的快乐伫阮的心上，予阮健康。有上帝你的快乐在我的心上，予我永驻。主感谢你，我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来，谢谢哈利路亚。来，手稍微举起来，哪运动的？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